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41年6月2号台北站，台北站7:24，所拍的是408次哦。408次，经过花东银行台东的，由3000行驶2辆编组，3006皮蛋豆腐腿云号线南机站列车，08次408次，经过花东银行台东的超值直达，由3000行在。台北站关闭车门。好，关闭车门。然后再来，开车灯开启。408次，拜拜，再见。再见了，拜拜，我的3006。哎，刚好107次也进站了。1007次，希望发车，请我希望银行英哥的，您预测一下车辆编组验油。902区间快车，希望发车，将希望银行英哥的902区间快车，是吧？台北站，台北站10号，好，408是10。啊，92啊，讲错，92区间快啊，我还以为902。我的408次在台北，台北站是有，然后922区间快车，英哥的区间快车在台北站停靠。1007次基隆发车，将西环线开往英哥。英绿色一下时间编组，922区间快车以及272次，苗栗发车将三线开往花莲的 PP 自强号。在台北站10号，我刚刚再见，麻烦。这边 A 057哦，274，在台北站停靠。开启车门就到了，再见，麻烦。